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特长。To all guests tonight, enjoy the show.学校是一个学习的地方，犯错还可以重来，必要的学习和训练磨练学生筹备及筹划大型活动的能力，从中累积宝贵经验。今天晚上这个感恩回忆晚宴啊，是一个特别热闹的一个场面啊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同学们利用了他们的心思，而且有非常好的创意。这个活动对我来说是意义非凡的，我相信这会是我毕业后最美好的一个回忆，一个突破。